我们采用了问天舱和天合舱两舱切换跟踪的模式，每个舱都可以下传同样的摄像机，包括话音。通过两舱的它的话音级联，包括它的图像下传来确保整个的图像还原流畅。两舱基地过程中，为了保障授课效果，我们也是精心设计，再结合授课脚本进行图像话音切换。 一颗天链中继卫星跟踪我们的问天实验舱，另外一颗中继卫星跟踪天合核心舱，然后这两个跟踪弧段是有交叠的，首先是就是问天实验舱进行图像化验的下传，然后在中间两个新的搭接弧段的话，我们择机进行图像化验的切换。在设备层面呢，我们图像和话音传输呢都采用了这个主备份的这个 实时方案，在链路传输上也采用了这个专线和联通线路的双备份方式。此外呢，还采用这个央视的官端机作为第三路由，进一步提高图像话音质量和传输的可靠性。